喂，阿公哦，你知影我是谁无？知不知阿凯啊？嘿啦，阿公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伫外口人借钱啊，今麦我无钱好还啦。啊，你帮我去领钱，啊，我叫人去摕。借了多少钱？啊，你起来倒还，因讲我若无还钱，就不会放人啦。老爷爷千万别上当，对于电话谈钱要存疑，利用平时与家人建立的方式联系确认，或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。千万别上当。